痘怎么改善？一、容易长痘痘，应该尽量选择较为温和的洗面奶和护肤品，避免酒精、色素、香精等化学添加刺激到皮肤。二、还应该做好肌肤的控油补水，防止皮肤油脂分泌旺盛而堵塞毛孔，引发痘痘。三、还要注意内调，少吃油腻辛辣的刺激性食物，保证充分的睡眠，注意多补水，多喝水可以促进体内毒素的排出，并能够多补充皮肤水分，促进皮肤的代谢和循环，减少痘痘的形成。四、同时要注意防晒，紫外线的照射容易让皮肤的状态变差，影响皮肤的代谢，更容易出现毛孔堵塞的情况，故而应该做好防晒。外出前30分钟涂抹防晒霜，或者外出时撑伞，避免紫外线直射皮肤，对于预防脸上长痘痘也很有效。